少年时期的我和现在的我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我更想回答的是我没有变的那一面。虽然我很能在生活当中寻找到点点滴滴的幸福，我很知足，但是我并不能妥协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成长，而不是仅仅单一的在长大变老。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和曾经还是一样，至今还是保持着当初的那颗充满朝气、充满激情、充满生命力的面对生活的态度。我要感谢自己还能保持住。